快閃活動都是第一次嘗試咁樣嘅宣傳啦，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覺得都幾興奮同幾期待嘅，因為我自己覺得平時可能好多時候都係借票，咁但係借票就個距離比較遠啲，同埋都可能比較少啲機會真係同大家交流到，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快閃就希望即係除咗一陣嘅 fans 之外，都可能真係可以有啲街外嘅朋友啊、街客啊，可以邀請下佢哋嚟入嚟睇《盜月謝》咯，咁所以。我覺得應該會挺好玩的，同埋歲新年啊嘛，所以我覺得很喜慶呢件事。係啊，今次是我正式第一套即係賀歲檔期的賀歲片啦。咁但係啲親友應該未看，因為我今天先拿到啲換票證，所以係我回去會派俾佢哋去睇啦。咁但係我琴日咯，琴日同爹哋自己去咗戲院睇，咁我覺得呢個感覺好得意嘅，因為即係。跟家人去入戲院看自己做的賀歲片，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難忘的體驗和經歷。爹哋看完都說、啊、你今次做得很好，很好看，我都挺開心。你作為觀眾一部分，你是演員又是觀眾，看現場的反應，你是有沒有聽到他們說什麼，或者那些笑點，有些緊張，或者感覺得到？其實我都睇咗兩次啦，咁琴日係第三次。我其中一個原因想再去睇，都係想聽下側邊嘅人嘅反應係點樣咧，咁我想聽下街客嘅反應。咁但係奈何咧，琴日有啲時間上嘅關係啦，本身咧我又去即係多人啲嘅戲院嘅，點知最尾去咗間咧係 VIP 戲院嚟嘅，即係得八個位嘅啫個場。咁所以全場計埋我爹哋咧同埋我咧得六個人，所以側邊得四個觀眾。咁所以我就未感受到嗰個氣氛。咁但係我都聽到有啲位佢哋有笑嘅。咁所以而我自己覺得咧，我幾特別嘅今次，我覺得《盜月謝》係。百看不厭，即係可以看很多次，因為你每一次係可以看不同的角色的反應，即係可能我第一次主要都是看自己，但我可能去到昨天第三次，我可以望下不同場口，望下側邊，例如可能望下八字啊，望下聰啊，望下 Anson 啊，佢哋嘅反應係點嘅咧？嗰一下，我覺得都幾有趣，同埋都真係唔會悶，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多幾次。咁最後就我哋你呢個新年嘅抱養啦，點乜情況辛唔辛苦啊？嗰幾日同埋而家攞翻復晒。係。係啊，咁首映完之後就病咗啦，咁但係而家都好翻曬啦，係同埋今次都算係好輕強，其實都冇乜好辛苦嘅感覺，咁所以新一年都係最緊要祝大家身體健康。好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《盜月謝》，同埋同身邊嘅親朋戚友一齊去睇。Thank you。